哇，咩你好多嘢烦啊，咁多白头发嘅吓？我已经有染又搽，乜仲有咩？咪乱染乱搽，我都试过生白头发噶。你看我吃惠特健宁的维生乌丝素，它有三大天然育发成分，制首乌、蜜罕莲、铝精子，透过内在调理帮你生多些黑的头发。我吃了它一段时间了，新生的发根开始变化黑色，现在没有白头发了，还少了头发。白发变黑发，我信维生乌丝素。